在乎一人一面之间。如果杜鹃与莫生在一起后真心地接受这段情，把二叔给忘了，虽然这二十年过的是同样的生活，但是肯定比现在已过的二十年快乐多。可惜他选择了恨，像二叔，他这二十年来一直游戏人间，表面上闲云野鹤，好像除了找回家的路以外，心中已经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容纳。我不知道他这二十年里面想娶过杜鹃多少回，也没有为他哭过。又或许这次不是误打误撞闯入了音乐村，二叔也可能一世都不想起杜鹃。我不能肯定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是他以后的日子心里只能有一个杜鹃。他说现在能不能回家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每年能回到音乐村夜晚后，看看他最深爱但注定一辈子不能在一起的人。说实话，如果我是杜鹃，我也会选择陌生。可能将来我也会为了我心爱的人留在这里，放弃回家的机会。我又想起白素在石洞里面说的那句话，属于这里的东西还让他留在这里，而我不属于他。其实生活在什么地方或者属于什么地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活。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会明白。原来你一直都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以为你知道。我知道。